村长，所以铁花村满两年了。哦，这中间我只来了不超过十次了啊。不过通常要这个唱30年才有这样的机会。我在说什么呀？意思就是说有机会能够唱回来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啊，这是台东的声音啊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啊，我是台东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有不知道的这样。不知道的是正常的，知道的也很异常。好，其实不管是哪里的人，那从我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离开了台东隔壁的花莲。我是花东人啊。严格说起来，我妈妈是花莲人，爸爸是台东人。当初爸爸呢，从台东跨越了这个，跨越了什么桥呢？我想一想，玉里大桥好了。对，那到花莲。结识之后就生下了7个小孩，对，我有，可是到最后我们剩下了6个兄弟姐妹，我是排行第几个，怎么突然忘记，等一下，第4个吧。哦，对，哦，数字比较差一点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坐火车的关系，每次都要把它推在那个坐火车的关系。那下了火车之后呢，刚刚对不起，我讲话比较跳钥匙哦。那刚刚那个村长也很体贴的让我说，下了火车能够喘息一下。那我就利用了中间的时间上来这个试了一下麦克风，然后也在后面呢流一点汗水。欢迎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，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，那今天晚上希望大家在这里有一个很美好的音乐时光。我是曾淑琴。
照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
Yeah.